丫头，你的剑法还欠点火候啊！当初就告诉你，手腕要用点力，现在还没有练好。佟掌门，真的是你？妖僧故意把丁隐囚禁在阵中，就是想借我们的内力打出赤魂石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现在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封内力进入阵中，但只有一个时辰，要是出不来，那就危险了。 用我的血入药，让神仙姐姐喝下，也许能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。我不同意，小张的血本来就有剧毒，万一失败了，子婴会死的。